这么多人玩暗黑四吗？现在刷着游戏拿这种设备真的是太合适，太适合了。这个游戏是完全不卡顿的啊！大家看到这个刚才可能有点卡顿，这个是因为这个网络，是因为这个网络这个问题。我把这个你看它这个对吧，要调点啥你有这个触控板和这个键盘，这是特别特别方便的。我把这个调成暗黑的，要不然它那个网络确实还是有点儿。大镜头，我们再来看一下。要过会儿才能动作。谁想我了？不行了，我得快点给大家演示一下，我要走了。野怪呢？哦，来了！我再看一下我这个操作，这个看到吗？这个按的就是。就很舒适。这个按键，你出去没事就刷呗，对不？或者是坐家上，坐家里沙发上躺着，床上睡觉之前就这么刷呗，这不比坐电脑前玩爽太多了，对不？这是它存在的意义不？对不对？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个视频先录到这儿，完路上我就往上上传，完事等回来我有时间我再录详细的一些游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玩的一些画面啥的，好吧？或者是你们想看这个机器的什么，趁这两天这机器还在我手里，大家可以留言或者给我私信提一提，然后给大家录一录啊，比如说想看什么游戏的画面啦，想看什么。具体的什么方面呢？现在的话二十瓦的话，我这么玩，我是这么窝着玩的，是能玩。其实我是比较挑的，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二十瓦玩这个游戏，拿这个机器是能玩的。然后现在什么状态呢？就是这里温热这里这个部位烫。这游戏不怎么碰这个十字键，你们知道这个吗？暗黑，我调近角，
好吧，先我先演示到这儿，然后我就先撤了啊，然后回来等有时间我再给大家演示别的。嗯，游戏库里有很多游戏，你们就说吧，想玩什么，想看什么，这个对吧，最近那个也打折， Xbox 这个会员也都有，嗯，你们就提吧，我就给你们演示，好吧，拜拜。